要搞 sugar 的话，一定需要或请的吧？我先报名，大起大落。这还可以拍几个几集的节目。对呀、啊，我怕失去的话你们会比较乱。对，刚八点都是跟 sugar 爷奶。放长假真的比较开心。对呀、啊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就是比起每天都出门，然后练四个小时，就是我是觉得干脆一天练个十一个小时，然后把它弄完。弄到底这样子，那么你们直播就可以看到很多学员耶。对呀、啊，而且这样的话，就其实也不用开直播了吧，因为一整天都在吃子那个培训耶，对吧？松烟挖地下道了，想问 Unity 想跟谁变熟？想跟谁变熟？我没有这个那个哎，没有这个想法哎，就这样子吧。对呀、啊。现在都过了四年多了，就是熟的都熟了，对呀、啊，也没有什么陌生的啦，对呀、啊，所以也没有想要谁跟谁变熟，大家都想要变熟，但是对，都过了四年多了，好像没有这个想法了。很多整容的话，那就先不要，耳朵会痛。对啦，耳朵会痛，对啊。四年的熟面孔，对呀、啊，四年五年了呀，从那个 TB48 开始的话，真的是五年了。我也是在台湾已经第六年了。乐乐要去熟的吗？那谁的屁屁比较陌生？三起生吧。记得 T 组有很多丑的，想要组长爱的抱抱吗？想要，今天抱过了，所以不要。那三起有想要跟谁说吗？大家，对呀、啊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特别想要变熟的人，对呀、啊，没有哎，那怎么办呢？接下来第五年会是怎么样的一年呢？我们四周年演唱会是等于四周年。还有，四年又半年的演唱会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从八月开始嘛，所以从八月开始的话，到八月我们还有几个月，就六个月嘛，差不多就是四年又半年，对，四年又六个月的演唱会，所以接下来会是第五年，第五年会是怎么样呢？真的是很难想象，再给我一个打 call 呢。有跟哪个三起比较